聊聊天，吃吃饭，中午就结束了，下午继续开始战斗。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滑雪，在唠嗑了。走吧，可以走吧。你怎么称呼啊 ？Sam。Okay. 你呢 ？Long。Ivan。Long。Long。Sam。你呢 ？Ivan。Ivan。好。Brandon。Friends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快喝，干掉会儿，快点。可以边走边喝，边坐。边走边滑边喝。来呗，走呗。差不多现在是12点多钟，然后雪已经有一点 slush 了。carving 的时候不太容易卡住刃，当然水平也是很重要的，主要是菜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把我们的 epic 雪卡换掉。今年 awesome 和 force 已经从原来 hero pass 可以转成 epic pass， 然后这个 epic pass 包含 awesome、force creek 和 perisher。那我们就走一趟这个 force creek 最长的那条绿道 wombat。Let's go。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排队，我们终于拿到了 Epic Pass。Yeah. 我觉得这个卡还挺帅的 ，Right， 黑的橘色。OK， 我们又可以进行下午的滑雪了。现在大概1点钟，今天还蛮爽的，尤其刚才那个从滑 Wombat 下来，我滑到后来都没劲了。看来现在真的，虽然我今年体重稍微减轻了一点，但是没想到这个体力好像不如以前了。Let's go！ 哦，大部队汇合了 ，Let's go！你是大伟吗？不是，是大伟吗？我长得也不像大伟啊。不对啊，你是大伟，不穿这件衣服，是谁啊？是 Shane。我是 Shane。Shane 啊。中二我们车的。对啊。开了一整程路的。艾文今天也几乎开一整程路。为什么你们过周末，但是今天出发啊？一早出发，昨天晚上为什么？为了省一晚上。我可滑雪都没钱了，我操！那我们算了2个晚上，然后滑3天，这样的话一个人才900。哎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定6月28号走啊？那6月29号走啊？不不不，我们以后都得去。没有，因为好不好？这么说定了。因为你们得去什么时候？真的吗？出发3点40，我认识，4点出发的。他开了开了，不敢去，我今天没在沪局，今天只是第一天嘛，热身。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介绍什么呀？介绍 holiday 啊， holiday 是什么？ holiday 小酒小醉。哎，他是什么夜店老公主，推波女王啊，然后调酒大师，调酒大师，然后绿道的统治者。介绍一枝花好不好？绿道的统治者 holiday。走啊，丢丢丢丢丢，慢点慢点，
啊，摔跤也录下了。太好了，我就想看看我自己摔的有多美。好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摔那么大一跤的视频。哇，哦，摔得挺大的这一跤，我还怕你摔伤了。但是你正好那个地方血软，而且我是滑着的。对，现在起雾了。哇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们只能去 Wombat 玩了。Wombat 是唯一 Force 不起雾的地方，而且怎么说呢？在澳洲滑雪就是不管什么山都很容易起雾，有时候大晴天是最舒服的。OK，Let's go。1:40，雾变得好大，只有 Wombat 可以滑了。哇，哎，好累，回去吧。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我是 OK 的，我嗓子挺疼的，有点受不了了。不过我要玩我也可以。外面雾太大了，我们又坐进来了，休息。图什么？真的是图什么？来了来了，哦。Yeah, soup. Yeah, and a soup for. Yeah. There we are, guys. Yeah. Thanks. 我们滑完了，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今天生病太难受了。然后简单做个 review， 衣服还是挺好，虽然没有那么拉风，但是防风性啊，各方面不愧是阿迪达斯这种大牌做的，还是防水防风都还不错。护膝也没有出现我想象的会脱落那种，就是我之前想的那护膝是那种绑带式的嘛，但是它这种的话，虽然不是绑带式，因为它内衬有那种防胶条，所以防滑的效果还真的蛮好，比我之前那个绑带式的还要好一些。GoPro 的自拍杆会有点重，说实话，一个人滑的时候真的挺重的。哦，最后就是耳机，非常给力。滑雪听音乐的感觉真的很爽。如果是大晴天的话，那种边听着音乐边滑雪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。回家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我要吃药回家了。